有一句话，就是在西方说，欲戴皇冠，必承其重。其实我认为，一个女人达到了一个皇后，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国之母的地位的时候，她绝对不是因为美丽，而是因为她的魅力，因为她能够担当的责任。那我用衣服的重量，用鞋子的高度，以及用她难以驾驭的这种形式来表现的，就是女人内在的一种力量，一种伟大的自信。它其实是内在的、深刻的、动人的、生动的，它是一个沉淀下来的东西。后来我觉得文化是美，觉得历史是美。我记得当时在法国看到新加坡这文明博物馆呈现的这个关于亚洲婚礼展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一种终于找到的感觉，其实是一种渴望。所以我当时觉得自己极其的幸运，因为我在寻找，它就出现了。所以回到这里，我觉得又能够把作品呈现在博物馆中，它就像我们走了一个圆。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一分钟一分钟的逝去，如果你专注于一件事情，你用爱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转移到这件事物中。所以我通过我的作品呢，更多的想传递一种温暖，想传递阳光，想传递爱和美。如果你爱美，你就一定是热爱生活。